菲律宾南部金达沃省七号下午发生6.2级地震，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。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消息，这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4时02分，震中位于金达沃省马拉古桑镇西北约13公里处，震源深度34公里。非第三大城市达沃及周边多地有震感。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，这次地震为构造地震，可能会发生余震。